大家好，我是 Joey 李仁豪先生。我们公司以热情真挚的态度为你提供极致服务，助你融入大湾区生活。我们 Joey 地产全程专任为你提供贴心专业的服务，助你获取大湾区第一手资讯。我们用诚信换取大家的信心，以优质的服务帮助大家安心置业大湾区，投资大湾区物业，首选中轩地产。我是唐山，今天我来到这个博王家私这个家具建材城呢，过来这边带大家看看里面有什么买，顺便看看有没有合适的，看看 我自己家有没有合适的，有合适的可以收两件的。这里呢就一体式，即你无论你买个钉啊、厨砖啊、包括洗手间的是啦、洁具啊，甚至厨房三件套全部都有齐的，家具都有的。那事不宜迟，带大家来看看这边请。咁咧，我哋入到呢、這個，佢有幾個門嘅。咁佢有呢啲陶瓷瓷磚，係啦。咁啲瓷磚咧，全部都係好大間嘅。咁我哋買毛坯樓點算咧？咁有啲客户買咗，譬如翠湖苑啊，或者買個啲毛坯啲樓，你睇下啲瓷磚都好多間嘅。咁呢個家私城咧，之前講過咧，係成個珠海嚟講係比較大間嘅，係啦。咁咧，佢睇下呢個樓盤，呢、這個佢嘅一個分佈圖，一樓。嗱，蒙尼莎、東鵬係啦，馬可波羅、科勒呢啲全部都係呢啲國內比較名牌嘅，摩恩啊、美錶啊，係啦，箭牌。咁佢有國內國外嘅牌子啦。咁呢啲一樓咧，全部咧係呢種瓷磚同呢種衞玉係啦。包括呢啲窗簾啊，全部都有嘅，防水一體式嘅。咁睇完一樓咧，我哋睇埋二樓係啦。咁二樓咧有櫥櫃嘅定制啦、歐派啦，有唔同嘅牌子啦。佢成屋全屋家具定制，包括我哋到時訂衣櫃點算咧？係啦。咁三樓咧有呢個兒童嘅家具啦、sofa 啦、衣櫃定制啦，係啦，呢啲全部都係木具定制嘅。佢成個咧就係嗰種叫一站式嘅。我哋買裝修樓可能做個衣櫃都冇問題，係啦。咁咧就帶大家睇下呢個環境啦。咁咧呢邊係屬於一站式嘅家具，毛坯房咧即係清水樓咧，你過嚟買維玉啊、科立啊，咁好多樓盤嘅牌子都用科立嘅品牌嘅。你睇呢間嘢係相當之大嘅，呢個科立係啦，包括好多樓盤啊、時代用嘅質素咧，都係呢種科立嘅牌子係啦。呢啲維玉啊各方面好多都而家都用電動馬桶，包括呢個浴缸嗱、浴室，包括咧呢啲咁嘅鏡櫃。咁咧就我哋裝修雖然繁，但係咧有一個好處咧就係你中意咩顏色，中意咩用料，中意係點嘅設計咧，自己可以揀啊，係啦。咁咧就可以講係 DIY 咁啦，好多你睇下啲樓務室幾靚，即係做得好温馨嘅。包括啲浴缸係啦，13,900啊，可能會打埋折嘅。洗一盆啊，咁。科立的牌子嚟講係比較靚啦，好多樓盤咧都用科立。啱先講嘅就係，所以咧佢價格嚟講咧，嗱，包括呢啲咁嘅馬桶啊，呢度呢間科立就好大間啦。咁咧呢啲咁嘅水龍頭，呢啲咁嘅水龍頭咧好啲嘅都要成幾千蚊一個嘅，所以你唔裝修唔知道，裝修落嚟咧其實。用啲好嘅牌子嘅價錢嚟講咧，都係好襟計。哇！呢啲淋浴嘅單獨買嘅，包括呢啲花灑啊，啲全部牌子嚟嘅，包括呢啲咁嘅毛巾櫃啦，係啦。咁呢啲係一站式嘅，咁我哋有需要嘅朋友咧。可以過嚟呢、這個係啦，時代傾城對面呢、這個博王家私城可以揀一揀，即係有各樣嘅牌子啦，甚至佢呢邊仲有呢啲咁嘅櫥櫃。呢、這個洗手盤咧就好多樓盤有大嗰種 feel 啊，嗱，3,200一個，係啦，3,200，所以呢個3,200一個。即係有好多唔同嘅格式啦，包括呢啲係廚房嘅，係啦，
有唔同嘅儲櫃啊，啊呢啲咁嘅一體機啊，抽煙機、煤氣爐，係啦。所以佢整體嚟講咧，我哋咧就好省事，入到嚟咧基本上可以喺呢邊全部揀曬啲材料。呢個科立嘅浴，呢個係浴缸啊，呢個浴缸係感覺係唔錯嘅，靚嘢嚟嘅。佢仲有一個塔板咧，可以上面去放嘢，跟住咧呢個咧就去到萬幾兩萬蚊嘅呢個，係啊。咁咧佢有一套帶啦，馬桶啊、洗澡盆啊。包括嗱呢邊咧，仲有一個沖涼嘅浴格啦。咁咧呢邊博王家私城嘅產品好豐富，應有盡有，所以咧想裝修嘅朋友咧，可以過嚟呢邊揀，任挑任選啊！我今日我哋行到呢個方太咧，揾呢個負責人阿郭生同佢介紹一下。你好，郭生。係、你好，係可以睇下我哋啲廚房專業做煙機爐灶啊，同埋消毒櫃啊，消毒櫃好似我哋呢款油煙機嘅話咧，依家面試嘅話係做到23嘅立方嘅，而3個立方嘅話咧係針對廚房入邊嘅爆炒啊、炒辣椒啊啲味道大嘅話，可以一下子吸走佢。好先進喎、啊！即係好先進，有比較有科技感咯、啊啊，超薄個一個機身啦、啊，同埋佢包廚櫃嘅話，可以做整體一個非常外觀比較漂亮嘅。呢個第一次見，呢個要幾錢啊？呢、這個油煙機嘅話，依家係。活動價是7,590蚊，即係咧，佢呢個係方太牌子。係方太，我哋專業係做，全部都係做。即係國內牌子，方太真係唔錯嘅。係屬於一線品牌。係一線品牌。係啊係啊，即係佢又快揮手咯，呢、這個。哇！好先進。係啊。你一揮一揮，佢又直接開始。係咁樣。我試下先。係啊，可以，你可以近啲、用手拉近啲。係啊。嗱，有時我哋。煮餸手濕啊，各方面有油啊，唔使觸摸佢啊，佢自己揮手 ，OK， 好先進喎、啊。跟住咧，你睇下啲加埋嘅噪音又比較細，即係48分貝，比圖書館嘅分貝仲要低啲啲。哦，就唔怕嘈啦。唔怕嘈嘅，你廚房入邊。相當之好，7,000多蚊買到一套呢個嘢。係啊係啊。係啊，因為我哋有好多之前有啲客户買咗啲毛坯嘅，啲我哋啲香港澳門啲客户咧。佢唔熟噶嘛，所以我哋今日過嚟帶大家睇下參觀下。即係我哋一般我哋牌子嘅話，之前香港之前係咪有個做嗰啲方太烹飪，即係個一個女嘅做嗰啲烹飪美食啊嘛。哦。我哋如果有香港客户嘅話，一講我哋方太就會諗到之前喺香港做節目嗰個美食節目啊，有一個叫方太。哦。係。幾好。係。除咗之外，仲有冇咩靚嘢啊？介紹下。比如話我哋蒸烤一體咯，好似呢個嘅，我哋係帶埋爐頭，帶埋呢個蒸烤一體機。依家又係全新嘅，即係喺呢個行業入邊嘅話咧，我哋係做到集成嘅一個功能喺一次蒸烤一體，蒸烤一體機可以烤嘢，可以蒸嘢，係係，哇，相當之唔錯喎、啊！這個入邊嘅容量嘅話係42升嘅一個容量，我哋睇下，係啊，相當之唔錯喎、啊！係啊，嘅窗體都比較大，家用嘅話咧都即係滿足。其實我哋咧買而家。有些不用烤爐的、有可能用蒸爐烤爐同時用就買一嚿嘢搞掂，一台機。即係喺廚房入邊空間唔大嘅情況之下，即係唔壓定，又方便，又方便又可以節省一個。幾錢啊？呢套嘢？呢套嘢加埋爐頭嘅話係12,900。即係帶埋一齊嘅。係嘅，做做。即係你哋幫裝埋嘅。包安裝、包送貨、質保5年。咁一般好似啲毛坯房啊，要買肯定廚櫃訂埋啦。係。廚櫃包括呢啲全部一齊訂做。是都是要訂做的，廚櫃額外再算的，這個真的不錯，烤蒸一體。因為現在這些在這邊的樓盤價都要去到20,000元，就是說你一個廚房裡面，你在一平方的裡面的話，可以做到蒸烤煙機爐套。沒錯沒錯，比較省。如果買牌子漂亮一點，可以用很多年。是啊，還有其他的？你可以再看看我們洗碗機，這個是我們的洗碗機，水槽洗碗機。我哋方太係首創嘅，做水槽洗碗機嘅話係做咗5年啦，喺市面上面。水槽喎、這個。水槽洗碗機，佢入邊嘅窗體嘅話可以同時滿足4個人家庭嘅碗筷。呢、這個我中意。係啊。點解咧？佢放喺水槽度，啲水咧又唔使水管，又唔怕漏水，呢、這個幾好。係，我哋唔單止可以洗碗，仲可以洗果蔬海鮮，因為我哋有2個功能嘅，一個係果蔬功能。比如你買啲生果啊，或者海鮮啊，放落去，佢係用超聲波嚟幫你清洗佢表面嘅
嗰啲農藥殘留物嘅。咁幾好喎，係啊，即係達到依家嘅生活標準，可以提高唔少噶。即係唔單止係洗碗、蔬菜、海鮮，係即係啱我哋啲懶人啦，抌落去就搞掂，係啊。食完飯唔使洗碗，食完飯唔使洗碗，係啊，一齊嘅呢個係一齊嘅，做成一體嘅。304不鏽鋼，304不鏽鋼，係呢個咧就係要萬幾蚊，呢個係13000多蚊，哦，13000多蚊，咁咧就我哋有多好多品種喎、啊，係啊，我哋即係其實唔單止貴嘅，其實都有平嘅，係咪？平嘅都有，我哋方太嘅兩件傳統三件套啊。價位的話在7000多蚊到20000元左右的價位都有。我看到呢個4000多、7000多的。係加埋消毒櫃的話係，即係平均價算落嚟都是10000多蚊左右。10000多蚊，即係比較先進高科技嗰啲咧就貴啲，20000多。貴啲，呢啲即係呢啲叫即係個呢啲係傳統啲咧就係傳統嘅三。性價比高啲。性價比高的話可以揀呢啲咯。差不多10000多嚟講。係啊。跟住全部都是呢種。做系咪做洗衣机啊？啊，呢啲系热水器。唔系，热水器啊。热水器，我哋方太做热水器嘅话，都系2002年左右开始做嘅。20年咯喎。有啦，20年啦。因为我哋方太每年投入个经费系5亿去研发呢个产品线。啲全部都系用嗰、那个叫天然气嘅。系天然气嘅，全部系用天然气嘅，即系气嘴唔一样啫，系啊。我哋方太做嘅熱水器嘅話咧，佢可以過濾水中嘅一個重金屬啊，佢入邊有一個磁化裝置，佢可以去除入邊嘅一個重金屬或者嗰啲鐵屑啊、嗰啲咩啲雜物啊，佢可以吸住之後，你過濾嗰個水質嘅話，你洗出嚟嘅水係比較柔軟嘅，即係比較舒服。即係佢每一個入邊都帶呢個機芯，係去過濾水質嘅。係，我哋有專利嘅，我哋係申請咗一個專利嘅、哦，相當之好喎。係啊，淨水技術就好似化妝水咁，佢將嗰啲分子解出嚟，佢比較柔軟，洗出嚟比較舒服。呢邊咧，佢嘅價錢咧，價位嘅話咧，大概幾多到幾多之間？4000蚊到10000蚊左右。即係從平嘅4000多都有。係呢款係4000多嘅。哦。就呢款，即係呢款係烤漆嘅一個面板，呢啲係不鏽鋼嘅一個面板。即係呢啲會比較好啲嘅。係放喺陽台外邊嘅話咧，即係避免日曬啊嘛，佢會變色。因為呢個一定係放入花園，或者放廚房嘅窗，或者放喺陽台出邊嘅。係，呢啲係放喺廚房入邊，你冇問題。啲烤漆。即係你放出邊咧，可能就要買啲好啲嘅品質。買啲好嘅外觀啲材質，不鏽鋼嘅防止佢變。都幾好，係啊。係啊。即係嗱，專業人士介紹得相當之清楚，係啊。係。咁好啊，好咁唔該曬郭生同我介紹，好啊。咁如果各位觀眾咧想買家具，博王家私城入邊咧方太，好啦，揾阿郭生介紹得相當好。有冇平啊？如果我哋啲客户佢買，有折扣嘅，我哋、即係我哋都係有平時嘅話做活動，包括呢、這個呢、未來幾個月嘅話咧，我哋公司都會針對市場嘅話，我哋會做到比較大型嘅一個。即係一般佢裝修都係年底裝修多啦。係，但係我哋廚房嘅話咧，你前期都話。如果有其他需求的話，佢要訂嗰個水電位的話咧，佢要必須要睇好佢哋廚房電器想購買咩，或者蒸箱、烤箱呢啲嘢配入去嘅話，佢要訂好水電位，同埋嗰個尺寸嘅話要俾到廚櫃嗰邊做方案。哦，明白明白，即係到時提前啦。呢、這個方太，呢個咩地址啊？就係博王家居思館一樓入邊。思館一樓，係方太品牌。方太品牌。好，因為我哋賣好多樓盤嘅，都有帶方太嘅。方太呢個牌子其實喺國內嚟講真係一線品牌，比較好嘅。好，今日非常感謝你。好。好。OK。好。我哋二口啲機話喺沙條女生係主打純淨水嘅，純淨水係專門係去水垢嘅，重金屬。最好賣都係 RO 機、RO 膜。其實咧，我哋唔熟嘅，但係咧，我知道，因為講真嘅，家庭最緊要咩健康啊嘛，健康咧就用水啦。順便咧，今日我帶各位觀眾過嚟睇下呢個淨水機。你哋係呢個叫二口淨水器，係啦，同佢介紹下有冇咩好嘅機，同佢介紹下。我哋如果係配套嘅廚房一 set 配套咧，就係一個前置。前置首先係要裝喺總水管個位置嘅，呢個叫總開關。前置咧係走全屋嘅，呢個係嘅效果。哇，好糟喎！呢個係佢嘅一個安裝圖。即係咧，佢呢個就係隔離出嚟嘅效果。雜質。哇，好恐怖喎！一般咧，
我哋有小区做嘅工程单配套嘅，就算你唔装全屋嘅，装个前置，最少嘅装个前置。呢、这个就是前置的效果，继续眼可以见到啲虫虫啊、漂浮物啊，但凡肉眼见到嘅都可以隔离，至少你屋企全屋个水管、洗衣机、花洒，甚至系水龙头，全部啲水都经过佢过滤。我睇咗之后，我谂住要买一个啦，至少比较干净啲咯。系啊，嗱，呢只 set 嘅就系厨房，啊 O K， 我哋主打系去水垢纯净水，即系直接可以响呢个水龙头接出嚟，直接可以饮噶啦，即系唔使加热，唔使煲滚。即系佢咧就有过滤嘅，系过滤效果。呢、这个就是佢个。咁如果我哋家庭用的呢，家庭用的就是呢款。主打呢个呢，首先是去个漂白粉，即系自来水管入面嘅漂白粉。而 RO 机嘅话就是呢条，呢条主打是去重金属。哦，好好专业。直接可以饮噶啦，欧膜直接呢、这个精细度是去到0.001嘅。即系佢有分你比如你想直接饮咧，过滤再犀利啲嘅。就看你自己買哪種，平時我們不喝的，可能洗菜啊，我們煲水喝呢就自己選擇。是、好像我們這條水龍頭出來的水是直接去喝的了、這邊家用的就是自來水水龍頭、這個出來的水管就直接喝、平時你煲茶、煲湯、你煲粥和整水果沙律直喝都是這個水龍頭、那它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佢呢個濾芯幾時會換一次咧？3到5年換一次。3到5年。呢、這個 RO 膜嘅係主打係3到5年換一次。哦、即係你哋會唔會包裝包換㗎？包安裝、包濾芯、包材料全包。即係到時要換，可唔可以揾你哋咧？係揾我哋。哦，都有售後服務嘅。係，好似我哋依邊就有一個自動沖洗功能，依、這個排污口。哦。你開水龍頭嗰瞬間咧，佢依邊就自動清洗㗎啦，有反沖洗嘅效果。濾芯咧，我哋係換嘅係一條。卡好式嘅，你就算我哋依邊換，你哋自己業主都可以自己換。哦、因為我哋二口固定嘅設計就係依個卡口只能用我哋二口嘅濾芯。明白明白。佢換都係一條咁樣換。哦，即係你到時攞個濾芯自己裝得，或者再換一個。我哋專門去幫你哋售後。我哋售後係咁嘅，半年一次，一年兩次，終身免費。即係售後方面係唔使錢嘅。即係買咗之後係終身售後服務。終身。相當之好喎、啊，係啊。主打的全部是買這個這個叫淨水器啦，哦，非常好。那如果我們真的因為現在講真的水質問題、是啊，這個健康問題呢，就無論你裝修這些是什麼，就是它的管位，一個前置的總開關、排污管、入水和出水閥，有這個條件就可以裝淨水了，這個裝完之後的效果。其實反正全部都是你裝完啦你要什麼效果，跟住呢同你買咗，跟住咧就直接咧就你又幫上網安裝埋，係上網安裝埋，包埋售後方面。一套幾錢咧？一套？一套啊，好似我哋依個咧係最實惠嘅啦，原價係5380，就算折後咧75折都係4500。做75折，就七五折就4000都有，就會買一個淨水機啦，可以直接飲用嘅。依、這個好適合嘅係屋企。一個細路仔，一對夫妻，3到4人而家好多家庭咧，越嚟多開始裝呢個淨水機啦，係、啦。咁咧，如果真係呢個博旺咧，就唔單止裝修啦，甚至我哋可以買呢個淨水機都喺呢邊，可以過你呢邊揀嘅。好，非常感謝你，靚女。好，唔該曬。我哋再睇埋佢有冷氣啦。珠海最出名係咩啊？格力空調啊嘛，3000多元一台，冷暖變頻嘅，自動清洗嘅，係啦。咁咧，佢睇牌子啦，咁有啲出名牌子可能品質好啲咧，價錢貴。咁咧就如果我哋攞嚟投資出租咧，可能就會買冇咁靚嘅。呢度咧就係、係啦，呢邊有美的啊、索尼啊、電視啊，跟住咧熱水器應有盡有啦，包括呢啲咁嘅床啦、櫃啦，全部都有嘅。這個叫互聯網，係啦，呢個咧就叫智能家具啦。咁咧，佢呢個應該係小米嘅牌子嚟嘅。咁咧，佢就叫呢、這個叫一叫佢咧聲控咧，就可以控制燈啊，包括冰箱啊、部分家電，甚至呢個窗簾都得嘅。譬如嗱，佢講國語啦，就小愛同學，我在，關一下燈，搞定。嗱，即刻關燈啦。小愛同學開一下燈，全屋的燈全部關曬佢，係啊，非常方便嘅。咁咧，佢除咗呢個之外，仲可以打開埋洗衣機喎。小愛同學關一下冰箱那個洗衣機。好的。洗衣機關咗，我叫開埋啊。
小爱同学开一下洗衣机。好的，开了。啊，这个洗衣机呢，即时呢就帮我打开埋。小爱同学开一下洗衣机。先帮你操作了，看看设备状态吧。嗱，佢基本上咧，你要佢洗衣服啊，甚至咩都好方便嘅。而家咧，佢做除咗呢個之外，仲有呢、這個窗簾嘅。小愛同學關一下窗簾，關一下窗。正在關閉。嗱，佢個窗簾啊，其實全部咧都係用我而家嘅一個語音控制，係啦，去控制嘅，包括呢啲咁嘅掃地機械人啊。是啊，这个现在很多都是用这个智能家具，是啦，智能家具控制我们就很方便了。那你放在房间或者放在客厅，甚至是连接这个手机 APP 也可以的。那这边都有很多不同的产品啦，我带大家走一下，因为这个博王家具太多选择性了，是啦，那太多牌子了，那如果真的讲呢，我估计講兩日講兩夜都講唔曬，包括呢啲咁嘅陽台嘅嗰種啊搖嘅呢種咧，就係掛衫晾晾衫嘅呢啲，全部都係不鏽鋼嘅。咁佢幫我裝埋，咁我哋好方便咁去操作啦。呢邊有摩恩嘅品牌。系啦，呢啲话肉啊、洁具啊，呢啲真系应有尽有嘅。咁咧，佢一共有三个管啦。咁咧，我哋再上去睇埋，因为呢一层全部都系产品差唔多，但系好多唔同牌子。咁我哋上二楼啊，上二楼睇下。呢度二楼咧系卖家具嘅，有啲定制嘅衣柜啊，系啦 ，sofa 之类嘅，全部都有嘅。咁樣我哋去行一圈咯。有呢啲 sofa 啊，係啦，即係佢成層咧都係呢種，係啦，呢種衣櫃定制啊，現代家具啊，包括有呢啲成屋嘅全嗰啲榻榻米啊，定制嘅。咁去行呢邊啦，呢邊係一個。全屋定定制呢間，包括有衣櫃啊、廚櫃啊呢啲全部都有嘅。咁咧，佢又睇到咧，呢間嘢就好大間啦，有啲衣櫃定制、榻榻米，全部係度身訂造嘅。呢啲咧嗱，呢間成間都係歐派嘅。咁我睇到佢呢啲咁嘅家具組合啊，全部都有嘅。本身咧，我哋係諗住去埋全屋定制入邊，幫大家睇埋呢種衣櫃定制啦、鞋櫃定制啦、榻榻米定制啦。但係咧，可惜咧，有部分商家唔俾我哋錄嘅，係啦。咁咧，我就帶大家睇下呢個環境啦。依家我哋喺呢個博王家私城嘅二樓，咁佢二樓咧都係以全屋嘅家私，包括呢種。全屋的床啊、床褥啊，甚至这种定制为一体的，全部都是这种商家来的。那他博王家私城呢，他这种选择性是挺多的，因为他就只卖床褥、床上用品的，都有很多家不同的牌子啦。他会看到有不同的风格啊、不同的价格啊、不同的牌子，是啦。咁佢全屋定制都有好幾間嘅，咁我哋問咗幾間咧，佢哋都係都唔俾我哋拍嘅。咁咧我就帶大家睇呢個環境啦，係啦。咁咧呢個博王家具建材城咧，主要都係以呢種家居建材為一體嘅一個購物廣場，佢家電咧係相當之少嘅。就是我哋啱先睇一樓
有一個國美電器是比較少的家電，都是以這種，比如我們買了木坯房，可能要買瓷磚，買這種廚房的三件套，洗手間裡面的傑具，包括這種我們精裝修交流的，我們訂製衣櫃，在這邊呢就會選，即是會適合。如果我們買家電呢，我們有機會呢帶埋大家看埋呢個家電，全屋的家電啊。咁佢斗門都有一間好出名嘅，叫泰豐電器。佢全珠海都有好多唔同嘅分店嚟嘅。咁都係呢種家電嘅一體式。咁我哋都抽時間咧去拍埋呢種專門去賣家電，冷氣啊、電視啊、冰箱、洗衣機，係啦，微波爐，甚至呢種豆漿機、榨汁機。我哋都抽時間去俾大家去睇下賣嗱呢度咧係家具啦，咁到時候睇埋家電啦。咁咧，我哋喺行到呢個二樓兜翻圈咧，嗱，我哋見到咧而家都係賣呢種全屋嘅家具啦，呢個 sofa 餐台，包括呢種真皮嘅 sofa 啦。咁呢邊博王家具建材城咧。咁主要都係用呢種牌子，可能偏中高端嘅。咁如果我哋真係自己住嘅情況下，可能想要好啲嘅品質嘅話咧，都可以喺邊揀嘅。因為呢個博王家具裝飾城咧，都係以呢種品質為主。咁如果調翻轉，我哋係攞嚟出租嘅，可能我哋唔自己唔住嘅，咁就睇有冇必要啦。因為呢邊佢有啲sofa都。成萬幾兩萬一張或者一套，咁咧就如果你真係花咁多錢去出租嘅話咧，咁我覺得就係唔抵啦，因為我哋租金一個月兩三千蚊計，咁一年都係租唔到，即係可能租兩三萬啦。咁可能我哋幾年後家電就要家私家電就要翻新啦，其實為落你係唔抵嘅。咁如果出租咧就揾淘寶啦，淘寶可能會平啲。都會這個送貨上門包裝的，咁而家賣好多，而家好多人買家私家電都係淘寶買，因為佢淘寶咧都係送貨上門，淘寶嘅可能佢啲價錢咧就會更加性價比會更加高啦。咁而家網購都好興嘅啦。咁如果我哋可能買嚟退休嘅，住得舒服啲嘅，未來嘅你如果買家私家電買靚啲咧，我相信以後嘅二手房咧。保養得好咧，佢嘅價值一定會比出租或者係比舊嗰啲咧就會好多，一定係高好多嘅。所以有啲人買家具都好講究嘅，特別係有啲人會中意全屋嘅項目家具啦，有啲人中意現代化啦，有啲人中意簡單嘅啦，係啦，呢個就係自己設計啦。咁我哋行到三樓呢一頭咧，咁佢三樓嘅同二樓嘅差唔多啦。基本上都是家具和家私為主。那我們走差不多走了一圈了，它三樓的，因為它現在星期一到五呢所以呢它人流是比較少的。這個國博王家私城呢都是以這個毛坯房為主啦。那如果我裝修可能定了衣櫃了，那它毛坯呢就是清水交流呢，就我們從這個一樓剛才走的瓷磚啊，這個廚房的三件套啊，廚櫃啊，這個浴室的那種這個衛浴啊，傑具啊，為一體的，所以它主打都是這種裝飾，是啦，裝飾和家具為主。那如果真的買了，之前買了翠湖苑啊，甚至買了一些毛坯房的朋友，或者之前都有一些客戶買了華發有些毛坯的，咁咧都可以喺呢邊揀呢個裝修嘅材料啦，因為裝修材料咧其實好重要嘅。點解咁講咧？咁如果裝修得好咧，就我哋唔使煩啦。如果裝修得差嘅情況下咧，或者啲工藝啊、材料啊，咁到時我哋賣二手房嘅時候，其實都有影響嘅。咁其實住嘅話，我相信同樣嘅價錢，可能就要揾呢個性價比啦，甚至要呢種大家住得舒適。係啦，咁咧最後咧，我哋行翻嚟呢邊咧就係一樓嚟嘅，一樓嘅另外一個係啦，另外佢有 A 館同 B 館嘅。
我哋睇翻樓咧，佢呢個係 B 館另一頭啦。咁佢都係有埋燈飾，係啦。咁除咗燈飾之外咧，仲有呢種叫門啦、門窗啦。咁我哋要封玻璃窗嘅，啊，甚至可能啲人打台風，咁成日冇人屋企嘅，咁封呢種玻璃窗嘅全部都有嘅。啲門窗啊、鋁合金啊、隔音玻璃啊，包括呢啲種門都係有嘅。咁基本上都係用啲，就包括陽台啊嗰啲掛衫、晾衫吊出去嗰種都係有嘅。咁講到最後咧，我喺邊打下廣告啦。係啦，各位觀眾，如果中意我哋頻道嘅朋友咧，記得關注我哋啊。咁如果對我哋影片有任何建議嘅，都歡迎留言啦。咁我哋都會改善嘅。咁好多人都講啦，係活到老學到老嘅。咁咧，我哋都係有好多有好大嘅改善空間同進步空間啦。包括我哋影片嘅質素，包括我哋好多唔同嘅細節。咁我哋都喺度慢慢完善緊。咁希望係啦，對我哋有任何建議嘅朋友，記得留言俾我哋啦。希望各位觀眾繼續支持中興地產同唐生我啦。咁今日講到呢度，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